我爸他又过来干嘛？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为难我？那你有没有为难他？不，我说这种话是有原因的。我爸呢，他特别讨厌我做设计这一行，就希望我做一些稳定的工作。以前倒还好啊，现在说起设计他就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爸为什么那么讨厌做设计？大概是作为父亲的控制欲吧。就我也没按照他给我预设的人生轨迹在走，所以才那么生气。笨啊！我刚刚跟他聊天，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，可能他表达的方式不对，你也没感受到吧。我采访路人的事情也告一段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？好啊。好，那我来了。立刻去办。